政党也一样，尤其民进党据说厕所当中不再提供免费的卫生纸了。要上洗手间吗？哎，别忘了卫生纸请自备哦，这一包请珍惜，用完就没了。这个卫生纸现在党中央不提供，党中央目前是不提供的，那我们就是以携带自己携带为主。听到没？日子难过，连卫生纸都得限量配给，这算变相减薪吗？民进党为了省钱，在走廊这个地方哦，刻意是没有开灯，而且要影印的话，还使用的是再生纸来做影印。所以今年年中旗头式的10000块，没有人敢吭一声。但这个年头，哪一个党不哭穷？总统唱歌跳舞，同一个时间，好多党工可是正饿着肚子在硬撑。就我们开大会的时候就很节省啊，那便当就是控制在范围之内啊。便当有剩下的，你们才分给这个党部的工作人员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工作难找，有特休也不敢请了。像今天冷风呼呼灌进来，空调关了，国民党一楼不折不扣夏热冬寒。半年左右了，半年一楼，半年有了。那夏天你们不会热哦？夏天来的时候就靠了前面的有自然风了。虽然已经省成这样，但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今年年中能维持0.5个月就很偷笑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